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约 SE。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玩《Flashing Lights》里面的一个分支警察模拟器。开始要新建一个角色啊。我为什么一开始长得这么奇葩？看这个制服好像是美国的警察，好吧？这个身体，我以为可以将眼睛和身体体型进行细致的选择来捏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他完全就扯淡用的，好吧？就用这个非常丑的形象开始吧，没办法。我现在是在警察局里吗？哇，这是警察局，你在逗我吗？你这个贴图也太简陋了吧。这游戏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奇葩，说不定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先看一看这是什么库存。这是我的枪吗？好吧。这什么注册。我觉得它的翻译有问题，这应该是机翻，应该是一些备案之类的东西。这什么改变角色啊，用不到。我们有枪吗？诶，这怎么是拳头啊？我有枪吗？我怎么哦，按三调出来枪了。好吧，这个样多帅气啊，对吧？多威风！我们要维护社会的治安。这是我的车嘛？我的车看起来好酷，哇！先绕一圈。我可以拿我的拳头去攻击这个车吗？哎，可以的。哎，我的哇，我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发生什么？啊，都是可疑活动。我们先等一会儿啊，我们先试一试这个车，来进去。哇，可以进去的，原来可以开车的，我以为这车就是个模型。哎，需要按引擎开关，哇 ，GT 都不用的，还需要打下开关才能开车，好吧？哎，这什么东西？哦，可以亮灯，哇，还有警鸣，鸣笛太帅了。这什么？我都摁一遍。哇，原来还有这个转向灯，哇，这个太人性化了，我们都关了。作为一个警察，需要遵守交通规则。那我能看到车，哦，我能看到车里面的视角。扫描前面的车辆速度雷达，哇，这都是什么高端东西啊！这个游戏看起来如此的简陋，但是我现在都没搞明白你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好吧？哎，那个外面有一个行人，我可以去采访一下他们。哎，我怎么一下车是坐下来的？哎，你好，你好，你好，先生，我想要问您一些话题。命令，给我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手铐是什么鬼啊？我左上角有名誉点的，我觉得我不能随便抓人，你知道吗？我抓人，我的名誉点估计就扣没了，扣没了我就受惩罚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开着车。哦，激进的司机，我需要拦截一个激进的司机。好，在哪里？在哪里？地图应该标出来。哦，有个绿点，看到没有？他是在我后面吗？哇，那个人怎么开车摇摇晃晃的？是个小红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带我掉一个头。好。哎，你让开。好，再见。不小心刮了你的车漆，稍后再说。好，我们去追那个红车。哇，那红车跑的不是正常人一般的速度，所以说我们要追他。哎呀妈呀，我这车技不太……哎，我名誉点减五了。哇哇哇，这我就因为我碰到别人的车了吗？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红车，你给我站住！我应该鸣警笛，你知道吗？哎，对，这个样子多刺激啊，有点像那个 GTA 一样。停车，停车，停车！哎，你怎么还不下车呢？我名誉点还降低了，我为了抓你这个罪犯，我名誉点都降低了。停车！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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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哎，还不下？为什么？我怎么让他停止？哇，你跟警车对着开，厉害了，兄弟！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样能让他停下呢？停下呀！我是警察。由于你这个乱开，然后超速行驶，哎呀，停车！哎，完了完了，我差点刮到豪车，你知道吗？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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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为什么不停啊？这个人，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分子，怎么办？太不尊重人了，我可是名警察呀，兄弟。哎，他下车了，他下车了。好，我们也下车。哎，他要跑，他要跑，你别跑。来，询问你的身份证。哦，这是搜身吗？为什么这个汉化给搜成了欢悦，是什么鬼啊？就搜到一个身份证，身上没有武器还可以。手铐铐住你，跟我去警局一趟吧，兄弟。扒着他进我的警车。我的天哪，兄弟看到了吗？你不要违反交通规则，否则就是这个下场。进车，到车里面。开车，怎么样让他进去呢？他这样就进去了，关上车门。我们先把这位先生送到我们的警局。哇，这个太有意思了，我成功逮捕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好，我们现在下车。离警察局，哇，他就离警察局这么近，可以 shift 跑的，跟我一起跑起来。应该是去这里备案，我觉得，
备案。哇，他自己签名字的，签名好，再见。他应该是暂时被拘留了。哇，你这个疑犯被中和，你这个汉化简直就是弱智。哇，我的名誉点现在一下加了25，现在一共74了。我一开始只有6点的名誉点。开车，我应该把这个鸣笛给关了。哇，哎，等一下，他们不在停车位停车，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贴罚单？来，奔跑起来！不是谁让你们停在这儿的？这是停车区域吗？有一位警官需要帮助，什么鬼？先同意来，我先给他。哦，可以停，可以给他们贴条的，违规停车，停放在禁停区域。哎，就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选正确的车牌号。哇，自动填写的厉害了，完成。哎，怎么名誉点减3了？他这应该不是停车区域吧？我不太懂，不应该停在停车位里吗？算了，我们去帮助那个警察吧。有一位警官需要帮助，怎么了？难道说有枪战吗？不太清楚。哇，看起来是非常远的地方。朝近路，哎，不小心刮，哎呀，这怼一下车就减5，我得小心一点。快跑快跑！看来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警察，对吧？